冰火的有一个情人吧，就跟圆圆说呀，哎呀，跟冰火啪啪啪的这个拍手的这个感觉，他说，哎呀妈呀，那技巧太华丽，太惊艳，太应接不暇了，给我的感觉呀，就像是游览名胜古迹。然后你看到很多写着的这个涂鸦，上面写的是“到此一游”，哎，那种失落呀，也是不好受的。